大家好，我是刘姐。这天气太不正常了，5点左右开始下雨，一直下到7点钟，这又开始下雪。听不到雨声以后，就慢慢的飘起雪花来，开始下大雪了。看这天气阴得相当的沉，又得下一天。又下一场鹅毛大雪，现在下得非常的大。